难受不？心里难受吗？啊，难受。很多事情有很多面，那就看你选择要什么的什么样的生活。如果你想选择有尊严的生活，过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，而不是我嫁给一个人我就愿意做他妈这样的生活，那你就离开。换而言之，如果你觉得这个男人给你从其他方面带来了很多的快乐，你这些辛苦的付出都是值得的，那谁也拦不了你。男生，你要想做一个有尊严的男人，你的生活状态是一定要改变的，想清楚，做一个对得起自己的判断，好吗？来，黄金六十秒。我，咱俩在一起的话，就是继续下去这样式的肯定不行，我就找个事儿干吧，努力点，安稳点，不能说总换工作了。那总换工作这样式的，咱俩经济压力也大，本身还着房贷，还得需要各种开销，努力一点点去做吧。那不能干太好的，从最基础的干起呗，慢慢来，一点点做。我觉得咱俩这样式的能继续好下去，要不然再不工作你真就离开我了。我会好好的，我觉得你应该能相信我，因为说这么长时间了，我确实也在努力，但是说就是工作可能不顺心如意吧。我感觉我能做到努力工作。你什么都别说，你要回去踏踏实实的先洗三年车，这事儿也能成啊。来，两位请回，谢谢。来，请关门，给一些时间他们考虑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、 PPTV、 距离爱奇艺收看本期节目的回放。这对年轻人他们自己的选择又是怎样的呢？请开门。你能好好的踏踏实实工作吗？能，他回让我干啥我就干啥。你自己要干，你让他让你干，对，好吗？好好工作。晚上如果他加班什么的，你要去接他，行好吧？一定接的。好好的对人家啊。好。这小子要是不改变，你再走，好吧？好。啊，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吧，各位请见证。其实我感觉我能对你好，会好好工作的。那你回家先刷三个月车吧。行，我都答应你。好了，我们的节目礼品是由易贝诗提供的保时捷的专享套，在易贝诗保时捷期间加一元多一套，这个你用特别合适。谢谢你们，请回，请回。